这个市场价一个都是六位数的，我还匀给你。百千万十万，六位数就是。啊、老板娘，哎 ，hello， 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呀、啊？是啊，天天都开心啊。哎呀，我看到你有啥好事啦？我看你发你看了，就在这里啊。啊，就在这里啊。什么都在这里，你昨天晚上切枣的那个料子，你都不拿出来给我欣赏一下？你去哪里看到哪里来的风声啊？你朋友圈看到的嘛？是的，我都发的，我都不想发，真的是。哦，给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，给你帮我估估价啊！我估估价，我估不到啊！帮我看看价，帮我看看价，这块料子。哇！给你看一下，对，我真的对，好难得这个。天哪！你看一下这一块，这么大扣子，哎，我还以为你这扣子很小，这么大。没有啊，很大，这个料完成度高了。难怪你笑得那么开心啊！我到现在都没有切出来这么大的料子。昨天晚上老板娘的料子切长了，她直接给它拿来做成天扣了。天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普通的大小的尺寸，然后这个是超级大的，我的天哪！男士、女士她都可以佩戴的，颜色是超级好。它这块料子它是挑的那种粉红款的那种潮水绿花。种水特别的好，很干净。哎，手镯呢？手镯你拿出去了吗？手镯人家拿去看货了。不要这样子嘛，手镯你都不给我看，那你这三个匀一个给我得了。你都切长了嘛，三个手镯都赚麻了。谁说啊？哎呀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这个真的是成拉巴了。哦，你看看，最大的这一个好看，你把这个匀了给我吧。咋匀啊？这个市场价一个都是六位数的，我还匀给你。百千万十万，六位数就是。六位数我都很保守的跟你说的，这么大尺寸又是有品质的。我跑一下给他们看一下，这种扣子的话就是很难得一遇，基本上它在市场里面基本上都是卡23的，30的会比较偏多一点，像这种24的话会更比较常见一点。但是你看看它这个天哪，41的，厚度6.3了哦，这么好的料子都被你买到了。难得啊，今年料子真的很难买，觉得价格太贵了，确实是真的太贵了。怎么说，涨了一个不分给我吗？不分一个给我戴戴，六位数分一个给你、六位数分一个给你。六位数的话搞不成，那我薅个羊毛嘛，那个这么多年的朋友啦，是不是？匀一个给我。我就知道你不要露出这种笑来，你露出这个笑我就害怕。匀一个给我吧。对啊，这个我拿这个，你还要薅我最大的那一个？手镯我都没有看到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也是赚的。你这个话说的，我那些都要打数的，还赚的。这个算3.5给我。你开玩笑，不可能的，啊？你开玩笑了，真的不可能。你去找料子来，我跟你买料子好了。好，你去买料子。好基哦，可以了。不行，好朋友也不是这个价的。一镯二扣，他把手镯取了，然后放出去了啊。然后扣子啊还在他手里面。他的话主要是摆挂件，他老公的话专门管手镯。她老公就是专门负责买料、切石头，然后卖镯子。真不行，可以的，不要说了，这个价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的。你去买料吧，我给你钱，你去买料来。主要是你看看你，都不要你买成品，你去买料。我都跟你说，目前为止那个是最能切到、能出到完美的、最大的一个扣子。差不多了，少这一点。这不还挣钱呢？你挣都没打掉，赚麻了，你还让我一个，你还不得行哦？不行，料子的花色非常好，那赚了这么多啦，你那个手镯也赚，这个镯心你也赚，你转镯心你都是要打数的，你不可能全部打在手镯上嘛，都是要打数的这些。哟，我的天了，我也是很久很久没有遇见这么大的扣子了。种水的话，它都是满圈的话，全都是起那种冰胶的，很好看，就这个价格有点整不动啊。可以呢，少这一点。不行，我比市场，我比市场价低一点，给你可以，不行，这个价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要把阿姨搬出来好不好？你不要把阿姨搬出来好不好？咱们说货，不要搬阿姨出来。平安扣寓意特别好，就是代表着平安、健康，然后快乐啊。像这种扣子的话，我也想买一个回去给我妈，因为马上的话，咱们就是母亲节要到了啊，姐妹们，在此给你们再提个醒，打个预防针啊，一定要。准备一下小惊喜，这样子吧，3.6就最高了。我给你匀一个朋友的价钱，你让我打打价钱吗？我就给你打这个价钱，你匀一个给我，别让我给你打一下价钱，又不开心。我们是大家聊聊嘛，不是让你买呀、啊，不是要卖给你呀、啊。拿回去给我妈带，真
一天的把阿姨搬出来，阿姨挂件都带不了，带不了那么多了。就这样了。你整天来薅我，来薅我，就是这样把阿姨搬出来。下一次切料子不告诉你了，不发了。这个扣子妥妥的都是六位数的啊！这个老板娘跟我关系可铁了，好朋友你都不去薅，你还薅谁的？是不是？给我个袋子吧，然后我都没有袋子。没袋子没关系，没有袋子就这样了，我走了啊！两人两个，到时候明着保证两个再卖点价钱。改天请你吃饭，拜拜。这不是一顿饭能解决了啊！请你吃两天嘛，两天不行就吃三天。走了啊！真的是，咱们现在把这个扣子拿回去编一个高货的绳子，给你们看一下上身的效果。其实这个扣子的话，不用再拿去镶嵌18K的扣头了。如果镶出来也会更好看，但是呢，就这样看，编个绳子，它也是非常经典的，非常 nice。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